耶稣基督，他选择走这一条受苦的路。弟兄姐妹们，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耶稣受难前夕的圣餐崇拜，预备我们自己来亲近我们的神。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真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了我的绑索，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靠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Praise the Lord。 我们来以两首诗歌来纪念，在这一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来纪念我们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第一首诗，我们来唱这首加冕生命之王，荣耀都归于你。同我往基督荆棘面，领我到加列上，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我主痛苦，使我往往主爱为我，领我到加列山。第二节，求主使我买你分足，你为我丧失位，愿向天使神传白衣，感受主在坟墓，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忘主之痛苦，使我莫忘主爱为我，领我到主跌上。我真甘心，我真情愿，被十字架跟主，我愿意主同尝苦悲，领我到加列撒，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主之痛苦，使我莫忘主爱为我，领我到加列撒。然后这首诗歌让我们纪念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今天呢，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走到十字架上。我们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来唱第二首的诗歌《古旧十字架》。
在哥哥他别上鼓励十字宝架，这乃是羞辱痛苦的他，甚至耶稣基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最爱最棒，故我高声赞颂主是家，直到在主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在世人眼光中，十字架是羞辱，与我却是荣耀震撼。神爱之主耶稣，离天台看风花，被刺骨架中割舍割他，故我爱高声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哥哥他的十字架虽然满有血迹，我看十字架为美为神，在这十字架上救主罪我赦免，但他我作罪做梦拯救，故我爱高声称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故我乐意背负荣耀十字宝架，甘愿世人轻视辱骂，他日救主再临，迎接我同升天，永远分享荣耀在天家，故我高声称颂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起印经文，圣餐礼文，认识上帝经文。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是光，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诚然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上帝是全能，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上帝是爱，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称你为上帝的儿子，
主为我们设计，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让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之圣灵，父之圣灵，祭主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们用求结心祷文这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念华文跟英文的一起同时。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仰慕的主都晓得，心里所隐藏的都瞒不过主。求主赐下圣灵感化我们，使我们心清意洁，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以主的圣名。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接着我们再来一起的以主祷文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我一起问这些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继续来宣读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来一起来读经，我们要读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 Tonight the scripture reading is taken from 1 Peter chapter 1 verses 3 and 4. 1 Peter chapter 1, 3 and 4. 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圣经这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1 Peter chapter 1 verse 3 and 4.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great mercy, he has given us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into an inheritance that can never perish, spoil, and fade. The inheritance is kept in heaven for you. 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请牧师张世杰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晚上他要分享的主题为圣餐。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想，尤其是我们两年了都过后的日子，我们第一次聚集在圣殿，在圣抽的聚会的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他，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在实体的
还有在线上的，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的，我们来守圣餐，纪念耶稣受难前夕的这个的崇拜。那你知道吗？我们也知道说呢，经过阔别了700多个日子，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边界终于在4月1号恢复通关。所以看到在新加坡工作的游子，或者是我们的子女，尤其是我们在长期在新加坡工作的，可见我们看见当4月1号过后，你知道吗，每一个几乎好多都冲着回来，很迫不及待的安排时间要回到淡边。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很期待的跟家人们团聚团圆，毕竟是700多天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一条长堤多长呢？如果走路的话呢，从新山的关卡直到这一个的新加坡的关卡呢，我想区区大概是半个小时你都可以走到那边过去。汽车嘛，如果没有阻塞，没有很多车，我想应该从新山到新加坡的关卡最多也不过是区区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到了。但是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的这一条长堤，竟然使到这一个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竟然是从新加坡不能够回来到马来西亚团圆，那是因为疫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你知道吗，当4月1号政府马上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游子们他不再去要订这个 VTL 的票或者是飞机，都不需要想了。你知道很夸张的，在新加坡报道的里面呢，当一直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4月1号可以正式的互相来往的时候呢，有一些6点钟已经在关卡那边排队了，为了到了凌晨12点01分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第一个想冲回去的。我想你知道这些阔别了700多天的游子呢，他们回到家里面呢，他们真的是心里充满着很欢喜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耶稣受难前夕的晚餐，这个的晚餐呢，让我们一起的来纪念他。你知道吗？耶稣的受难跟复活，其实就是为了在某某的一天，我们可以跟他在天上一个最美完美的一个的相聚。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了凡是愿意在这个的受难节复活节的当中，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从彼得前书第1章第3到这个的第4节，那么我们从2节的经文来思想一下，在这个圣餐里面的最主要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了解到提到一个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父神。我想在这里的主要的提到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你看到这样的天父是一个怎么样的天父？尤其是在圣餐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一位的天父的身上。而我们看到天父的这个的天父是真的是蛮有怜悯的，你看到吗？蛮有的大怜悯的，他是一位蛮有大怜悯的。然后呢，他的怜悯怎么看得到呢？怎么知道呢？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彰显出我们的这位的上帝，他真的是充满了满有怜悯跟慈爱的神。因此我们看见他不只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做一切，最后他给了我们活泼的永生的盼望。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的盼望，当我们得着了之后呢，有三样的东西，以后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得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而你可以永远的跟神在一起的天国的基业。今天感恩，因为我们是还在活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拥有将来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这三样的东西。今天在世界上是多的是，今天在世界上是你看得到的，今天在世界上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肉体会一天跟一天的衰残，但是可是让耶稣基督来到当中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给我们活泼的永恒的盼望。因此我们以后将来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我们得到一个最宝贝的东西，就是天上的基业。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应该多多的继续的努力，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坚持到底这一个的信仰的旅程，别放弃。因为总有一天呢，我们会跟上帝所安排的那一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聚的。特别是在这一个的受难节跟这个复活节的期间的当中，我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耶稣基督那伟大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里已经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我们这位的父神，他真的是对罪人的怜悯，他真的是对罪人的那一种的怜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你看到出埃及记里面第34章第6节，他也说了，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因为耶稣基督有怜悯，因此他的怜悯不是说而已，他用行动来证明，告诉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因此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把上帝的怜悯就开始带进这一个的普罗士众的那个人群的当中，为了要接触人。当一个人会蒙了怜悯，第一步我们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走进的普罗大众的人群当中，去寻找那些需要上帝怜悯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找到我们了，今天上帝找到我们的家人了，今天上帝找到我们身边的人了。可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感恩，可是今天还有许多人还没有真的被我们的上帝得着。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本身在3年多的里面，他接触了无数次的这一些的有需要怜悯的人，包括生病的人，包括肉体需要的人，包括那些心灵上需要的人，包括信仰上需要追求的人，耶稣基督都接触了这些无数次的人等等。因此我们看见了第二，当这一个的上帝透过了耶稣基督把这个怜悯彰显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给了这些的人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需要的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呢？因为也只有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我们才能够成就了得着了耶稣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今天耶稣基督来的当中的时候，就是最主要的要明指的，今天罪是生命中的负担。今天很多人背负许多的重担，
今天很多人背负了许多的重担，一直的背到当中，所以你看到生命无法得到很丰盛。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记载，就是那一个的，当有一天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当中讲完道，有一个老妇女，她驼着背了。她驼着背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你一定知道的，她驼背了18年，18年的里面，她无法好像我们挺身做人，都每一次都是弯腰这样走路。但是那一天来到这个的圣殿的时候呢，耶稣却为他祷告，释放了他的驼背。到了最后呢，你看到吗？耶稣说他被罪的重担捆绑了18年，因此耶稣基督释放了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还有许许多的重担，今天有一些的内疚，今天有一些人带着许许多多今天的重担，也可能是罪造成的，也可能不是他这个人犯罪，也可能是过去的累积的所做错的事情犯罪等等，也可能是上一代的犯罪导致下一代要承受这一些的负担。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重担这么多在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岂能丰盛呢？我想没有办法丰盛的，也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一个的丰盛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此耶稣基督要使人丰盛的时候呢，他必须要选择被钉十字架。他可以选择不钉十字架，他可以走容易的路，但是你看到吗？最后明知是很痛苦，但是最后耶稣所做的决定，特别是在克西尼马尼园的当中，他说，主啊，若是这个苦杯可以拿去移去的话，请你把它移走，因为他知道不容易的。但是最后呢，耶稣基督是以人的想法来说的，到了最后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天父你的意思完成，因此他选择被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选择被钉的时候呢，他经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他肯定他的皮肉要裂开，这一个的皮肉一裂开，血才能够流下来。而我们看到肉体，耶稣的肉体裂开跟耶稣流出的宝血，这两样是非常宝贝的。而今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因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个的罪污才能够洗清。第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本身舍去他的身体，被鞭、被撕裂，然后被打等等，所以呢，因此我们看见他才能够因为裂痕的肉、裂痕的伤痕，才能够弥补救赎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的刑罚，身体裂痕成就了救赎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才能够完整的洗清我们生命里面过去种种的软弱，在神的眼中看为不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书第53章第4节这里说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的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受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此耶稣流的宝血，耶稣身体的裂开，其实都对我们真的有好处的。第一，得到平安；第二，因此得到医治。原来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裂开，把我们的生命救赎的身体，旧的腐，这个的会朽坏的身体，完全的因着裂开而再次被救赎回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给了我们罪人的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感恩的。
感谢我们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第三，从种种种的原因当中可以展示到我们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罪人在天父的眼中，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是很宝贝的，是很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就好像今天一个东西失去了你又找回来，那一个的东西真的，我跟你讲哦，是用你的钱都换不回的，因为你曾经失去了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可是当有一天这个人回到来，或者是你当你寻找到的时候呢，你愿意回来神面前，在神的眼中他是无价之宝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当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拥有三样的东西：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我们在将来我们有天上的基业，而我们会存到永永远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今天晚上的圣餐礼拜的当中，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圣餐。当你看到这个的杯、这个的饼跟这一杯的时候呢，让我们想起了这个的纪念，这一个圣餐的背后，原来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而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孩子赐给我们，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复活，成就了重生的生命，救赎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是一个蒙福的周四，你知道吗？在蒙福的周四的里面，对我来说 for me 对我来说呢，其实他今天的主持圣餐过后呢，耶稣跟门徒吃完圣餐，他要离开，然后他就要被人家抓，然后过后呢，他就要怎么？就要被审，然后被鞭，然后被被十字架去割割他，然后呢就要被怎么？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对我来说，今天晚上在当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更悲伤的，比耶稣基督受难被钉十字架的更悲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的时刻，今天晚上是耶稣基督在看到我们世人的需要的时候呢，最后他做了一个选择，我愿意的把我的生命，耶稣说我把我的生命献上，为了谁？为了你们，我把我的生命献上，成为最后晚餐的羔羊，因此为人家舍命流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今天的晚上耶稣跟门徒晚餐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真的很挣扎的，挣扎到了一个地步过后，他在克西马尼园的当中，你就知道他的这一个的悲伤的难，这一个的什么程度有多高有多深，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读，他不愿意的走，最后他选择我愿意的摆上我自己，成为了最后晚餐 The Last Supper 的这个的羔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献上，他愿意摆上他自己，为了谁？为了你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不愿意，如果耶稣的舍弃不要为了我们走这一个的路的话，今天你跟我依然还是在我们在沉沦在罪恶的当中，我们还是背了许多的重担，今天我们还是在痛苦，生命不够丰盛，我们还在黑暗里面绝望的当中。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经历到比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来得更加的丰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是因着耶稣他愿意献上他的生命。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很宝贵要很留意的，耶稣他愿意的献上他自己，成为了最后晚餐的羔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已经知道现在将来这个的世界里面都是充满黑暗的。你看到今天看到我们的世界会 有光的地方吗？有，那是基督徒的地方，那是教会的地方。可是今天你看到除了教会之外，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还是很暗的，还有很多很暗的，很暗淡的，没有像我们今天凡是以信主的教会这个地方是很什么不一样的。我们有信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看到今天政治方面，你看政治方面有多黑暗了吗？也有黑暗的一面的。你看到今天只要是人本身，你看到即使在法律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看到也有一些是我们今天也有黑暗的一面的。最近大家很关注新山的一个的个案，一个的女孩被判了6年坐监牢，她的这一个的 license 被吊销了3年，然后被罚款6000。为什么呢？因为串到那一个一群的我们的有族的人，然后最后死亡。为什么？那有族是在海威的路上的时候呢，他们骑着脚车，因为那个斜坡，所以斜坡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什么，他们就好像Superman 这样子，然后呢脚翘到后面去，然后呢一直在那边飘来飘去。甚至我们看到医院的车一来的时候你要闪的，救火车来的时候你要闪的，警察车一来我们都要去闪他的。但是你没想到竟然那边的一个告示牌说哈迪哈迪曼曼度，就是你要小心的驾驶。因此呢，原来这边是很多人将会赛车、脚车、飞脚车、飙脚车的那种的情况。他们不是用脚踏的，他们是整个身体会伸直，然后这样很危险的。但是今天法庭却判了6年坐监牢，罚款6000。然后呢，你会看到今天他的license吊销3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什么？今天有一些的事情的个案里面跟这一个个案真的不是完全的差得很远的。那么来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很多方面，今天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有犯罪的，我们依然是什么做了一些见不得的光的事情，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的世界耶稣说是黑暗的时候呢，耶稣说我需要来让你们开始重建光明，进入到这一个的光明的当中，进入到丰盛的当中，应着耶稣他生命的献上。那今天晚上的时候，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让我们想起了原来这个世界当这么黑暗的时候呢，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杯的咖啡，这杯的咖啡本身呢的颜色是黑色的。我不是说咖啡是罪，不是的，我们是用这一个的咖啡的颜色是黑色的，很黑的时候呢，我们看见 coffee is black color， 是的，很黑色的一整个的情况，形容了今天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字眼，有人把它翻译成，不是我的啊，有人把它翻译成非常好，咖啡，咖啡是什么意思呢？Christ offers forgiveness for everyone, everywhere. 你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本身真的，他献上他自己，饶恕无论是谁，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也只有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会重见光明。
也有耶稣基督饶恕那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一个人经历到生命里面与众不同，以前未曾有过的经历，他生命里面开始很亮，他生命里面开始完全不同，他生命里面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喜乐在我们的当中。这一切的一切，弟兄姐妹，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而我们呢，而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的献出你自己呢？ Offer up yourself。 你是否今天你得了上帝的怜悯，得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复活、上帝为你受死、为你鞭伤、为你流血等等，这样的经历你都经历过了，这么丰盛。然而我们看见今天你是否也能够学像耶稣基督这样，把你自己的生命摆上。摆上做什么？摆上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中间人。他们黑暗的人跟神之间，我们成为中间人。就好像当年耶稣基督成为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中保，而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因此他献上他自己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我们才因此得到救赎，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也一样，在我们当中的神有没有，今天晚上的时候有没有呼召你？你听了上帝哇，耶稣基督为我们真的献上他的生命的时候，那今天晚上的时候也可能耶稣基督他会呼召你，同样对你说，孩子们，你今天是不是愿意做我的中间人？你是否看得有远见，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依然是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许多的罪恶的，今天你看到过了这么多代也不见得好的，会反而罪恶越来越猖狂的。到了最后，你耶稣基督今天晚上的时候要问你，孩子们，今天你领受了救恩感恩，那么今天还有许多的地方，还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国家的情况，他们还是依然在黑暗的当中，没有光明、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永远在那一种的沉沦的那一种的情况当中。上帝说今天晚上问我们，孩子们，你是否愿意，你是否愿意成为上帝的中间人？上帝透过我们的给予我们的怜悯，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跟他流露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这一个的恩典，透过我们把它流露到周遭的人的四周围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因此我们真的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思考，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今天你是否愿意献上你的生命。献上你的生命不一定要是做传道人的，你是否愿意的献上你的生命，今天去寻找这一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呢？今年开始三月过后呢，我们的黄慧都他本身祷告了，就告诉我们的布道部，告诉我们的年会的布道部，我是主席，他说盼望未来的一年几年的当中，希望每一年我们的华人卫理公会的年议会的里面十个教区，我们希望有10,000人听过福音的人次。换句话说，不包括他会不会信主，不要，我们只是跟他传福音、跟他传福音、跟他传福音。为什么呢？我们要让他听过福音，有听过福音就有机会信主。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年会一年里面有10,000个的人听过人福音的人次，可能一个人听过4次也加进去的，他不是算人，他是算人次。到了最后呢，每一个教区 分到1,000个人，
一千个人，如果南中教区的话呢，我们一千个人，我们有十二个的牧区，十二个礼拜堂，换句话说，其实都不到一百个。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堂会都能够有一百个的目标，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这包括了我们有带领诗歌的布道会也算在内，包括了我们有这一个的什么话剧的这一个的福音话剧的这个的见证分享会，只要我们有讲到福音的都算在里面。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有中秋晚会的有一个布道的性质也算在里面，包括新年，包括圣诞节也算在里面的，包括诗歌的布道会也算在里面的，只要是个人布道也算在里面的。因此我们盼望在未来的一年的里面呢，我们单边堂可能希望有至少一百个人，我们要让我们的对象听到这一个的福音的人次。为什么？同样的，我们的会度也有这方面的看见，因为发现了整个的带领呢，两年的里面才发现了，原来我们的华人演艺会的里面的信主的人，听到福音的人不多，甚至呢，崇拜人数也越来越下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同样的有看见许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可见他们在黑暗的当中。换句话说，今天你跟我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来献上？我们也要去把上帝的怜悯透过我们的经历的，我们要流露到更多人的身上去，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经历到上帝的怜悯，上帝为他们献上了耶稣，为他生、为他死、为他复活，从小的他们得着永恒的盼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的时候，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在心中里面有一些的回应。但愿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我们从今天晚上领受圣餐的当中，我们也说，主啊，如果今天过去没有某人传福音给我，今天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带我们来到教会认识这位的上帝，今天我们看到我没有好朋友引领我来到教会认识了这位的耶稣，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在沉沦的当中。我们感恩，我在这里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拯救，那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的分享福音停留在我们的这一代，我们还要加紧我们的脚步，去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继续的向更多人来撒，更多人来什么来传开。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来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也愿意去接触人， connect people， 接触人。你接触人你才有机会传福音，你没接触人你怎么的传福音呢？你可以透过打电话，你可以透过人对着人，你见到人你就传福音，他会不会信？他跟神之间，至少我的责任我传过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恩待我们，有一天他的信福音的时候呢，我深信他会经历到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平安在他心里面，因此他也跟我们一样会得着天上的基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守圣餐之前，我们好好的对神说，神啊，我们也愿意在未来日子里面摆上我自己，把上帝的怜悯透过我的生命流露给更多的人。愿神赐福给大家。弟兄姐妹们，我们谢谢牧师的分享。在这一个受难节的前夕，特别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我们一首的诗歌《十字架》，我们所熟悉的一首歌。
我们都把十字架带在我们的前面。好，那么十字架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它却成为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象征，只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思想我们耶稣对我们的爱。救主是我今世家，至宝所最全缘，有哥哥他三留下，白白痴人心醉，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西清洁，为考验书宝学，我来到主世家前，蒙救主的爱恋，他赐我圣灵亮光，照亮我的心田，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西清洁，为考验书宝学，求主使我一世家，十年昔日清净，藏在十家营陛下，紧紧跟主全心，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西清洁，为考验书宝。最后一节第四节，精心等候十家前，盼望信心加增，直到走完世路程，天家永相安稳，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西清洁，为考验书宝学。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这时候到奉献的环节，不过大家在聚会散了之后才进前来奉献，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是有奉献的。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谢祷，我们大家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神你的恩典，在受难节的前夕，我们纪念到耶稣基督，他选择了走这条受苦的道路，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知道人原本是没有盼望，落在罪里毫无盼望，但是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愿意选择走这条受苦的道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纪念到神你的爱，我们要感恩，因为这是一个祝福的晚上，因为神你的爱拯救了我们，也听到今天晚上的信息激励起我们。既然我们得到了这福音，就更殷勤的要将这福音来传开，分享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分享还不认识耶稣，分享给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神啊，求你在今天晚上坚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有力量，成为一位福音的使者，来为神你做美好的这个见证。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感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求你自己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到今天晚上最后的圣餐，我们请张世杰牧师来为我们主持圣餐。请大家弟兄姐妹站立，我们一起的来预备心领受圣餐。你们若真是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圣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恭敬的站坐，谦虚的忏悔，领着圣餐得受安慰。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做认罪的祷告。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这悔和我们种种的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上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的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无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最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有此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的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成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击败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永远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善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所中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善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要救赎我们，惩罚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完全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一切的罪孽。他又设立这个圣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的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呼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作圣子救主耶稣的命令，纪念他的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
就是领受他的身体以饱学。主耶稣被买奶的那夜，拿起饼来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的拿起杯来，煮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的二十六段。慈悲的主，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是失去圣座下的灵粹，也是不配的。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会众请坐。这时候呢，请大家凡是受洗的，不论是小孩大人成人，我们都可以在招待员安排之下呢，那么我们进前来。进前来就是站在前面，过后呢牧师将会分这个圣餐，我只是拿过去的时候你们自己拿一个杯，然后心中祷告，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吃。
这时候我们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卑微的仆人行着圣礼，恳求慈悲的父接受我们赞美和感谢的祭，有虔诚求主施恩，叫我们和全教会的人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功劳，得蒙赦罪而得他住办的恩赐。我们现在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献给主，做合一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领受圣餐的人祝祝得蒙主的大恩宏福。我们的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自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收纳，不要计较我们的过犯。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blessing God Almighty,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be among you and remain with you always. Amen. Amen. Now is an announcement, 家事分享。那明天晚上是耶稣受难礼拜。Tomorrow is a Good Friday service. 啊，所以讲员是郭如龙传道 ，Speaker is a Pastor God. 啊，所以呢，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的地点依然是在这里。那么我们也有这一个的直播在 YouTube。如果真的是不能来，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在线上，我们一起的守着我们的受难礼拜。圣周六 Holy Saturday 是我们全教会的进士祷告日， It's whole church fasting and prayer. 你可以学习进士一餐，你可以学习进士午餐或挨的早餐，或者是呢，有一些人说我要早餐、午餐跟晚餐过后我才来吃，也是行的。所以呢，我们的进士祷告的时间是星期六，从早上六点一直到傍晚六点，我们的进士祷告的这个时间才结束。那么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进士的祷告。好，复活节晨曦纪念先人礼拜呢 Sunrise Service 是在我们星期日复活节那一天早上七点钟。那么我们地点是在我们淡边的我们的墓园 Memorial Park 来进行的。所以呢，那请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要早一点准时到，因为我们尽量的用一块的时间做完，因为我们八点半就要准备开始第一堂的复活节感恩崇拜，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准时，你可以提前去，过后呢，我们做一个纪念礼拜的这一个的仪式，所以欢迎大家一起的出席。那复活节感恩庆典呢，我们有两堂，第一堂是八点三十分，有中英翻译的哈。那十点半是纯华语，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通知亲人，我们来参加这个复活节感恩的崇拜，愿神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会把明天也跟礼拜天的感恩崇拜呢的 link 呢 YouTube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TCMC 的 group 的里面，欢迎大家分享出去，然后呢鼓励大家，我们都可以回来教会一起来做礼拜了啊。那么如果真的是你是夫妻要坐在一起的，我不会反对的哈啊。那么要种的话一起种了，不会种了就不会种了哈啊。那么
那么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有时候重的话呢也没有办法了，没有一个人是想要这样的东西，但是还是要加以的保护自己，那么戴好口罩就可以了。然后呢，记得一点，如果你有发烧、有感冒、有喉咙痛、有不舒服，最好我鼓励你留在家中线上崇拜，因为可能这个是一个的征兆吧哈。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不一定是被感染的哈，那最好是先待在家，等你完全好了之后呢才来。那最近有这几天呢，都好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牧师牧师我确诊了我先生确诊了，我太太确诊了我的孩子孙儿也确诊了那么我们能够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尽量的帮助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吗？如果有可以我们帮到忙的，我们尽量的要伸出手，可能他们需要我们帮忙买东西帮忙买一些菜，可能有一些人想吃大包你就可以的去帮他买一下，挂在他的门口你就走人就对了的哈不要去叫他出来哈，他不会出来的哈。所以就好像最近这两天呢我就买了一些早餐，因为有一些有打电话给我牧师我很想吃拉萨面的，我去打包了，我说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打包就好了哈。所以一挂在门口一打电话就走了。我们可以服侍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他们不能够出门暂时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做到的哈。所以愿上帝帮助大家，赐福给大家。我们牧园呢是从四月一号开始一直到三十号呢，我们的牧园的篱笆门是没有锁的哈，记得哈，我们虽然有时候关着，但是你手推开就可以了的哈。所以呢记得那么如果真的你遇到什么困难进不到里面，你就打电话给牧师就对了的哈今早上有人打给焕泉弟兄所以焕泉打给我那么因为他说牧园锁了我说没有锁我们牧园没有锁的，因为知道这个阶段里面呢有好多人去扫墓的。后来我刚好在文湖干我就过去，然后我就看到原来是我们的会友来的，然后就看他说没有锁你看我一推整个 gate 开到完了所以呢记得我们这一段时间都不会上锁了那么你们很自由的要去扫墓的话都可以的，请通知我们的亲人，如果要扫墓的话告诉他们，我们是从八点一直到傍晚都 OK 的，没有问题的。愿神赐福给大家欢迎明天再来参加我们的耶稣受难的这个的礼拜，愿主赐福给大家。默祷，平安，上会，祝福大家。那这时候招待员进前来奉献，然后就可以离开了。